聚会合哈、哦。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捕龙所哈、哦，捕龙呢，游龙哈、哦。他们从山头那边啊、就是这一条啊，捕龙把那个木头运到这，拿到这边来。以前我们这边这条路都是用什么呢？我们的运输工具都是以台车，我们没有车子，以前都是台车到，一直到新店。这个七线道都是台车道哈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再继续往前。我们看到这个大楼兰溪啊，水高跟怎么会有那么长的石柱呢？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？因为无知没错哈，因为这个火龟母呢，跟龟母的习性差不多，它都是密友的，啊，它是密友的。不是，因为这个当初这个部分是没有各种落差的，就是都平稳的。就是你可能会比较不好，不喜欢待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，好、哦，葵花雨的习性哈。那所以说，为了要渡这些雨，那我们公所呢就用了这几个雨梯哈。